大家好，我是小秋，这是石头，我们给石头打包的这是牛肉。你看，没有口令，没有命令，他都不会去吃。这个头都歪了，这个狗头歪了，你说真搞笑，口都歪掉了。刚刚给你看我家的塞给他，他都不敢吃，很搞笑，超级想吃。吃。新鲜的牛肉，非常瘦的肉。没有口令，他是绝对不会。好乖哦，这个。叮叮叮！你看这个尾巴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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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耍赖，开始耍赖。好想吃哦。吃。一听到口令他就会吃了，好乖哦。你看呀，再久一点没有口令还会吃，塞到他嘴巴里开还会吃。哎，看塞到他嘴巴前，塞进去。吃，好吃吧？好多哦，好多哦。超级搞笑，不会太近啊！啊，石头，坐，啊，已经坐好了，趴下，哎呀，躺下，一套连招，哇、嗯啊，吃，哇，一口没了，也不要老水了，可是，好吃，还有好几块。塞进去，塞到他嘴巴里。吃。来个远点的。看了，看了，在看你了，他在征求你的同意。你看，现在眼睛他都不看肉了，去看你，在征你口令。石头。坐，想不想？想不想 eat 它？想不想 eat 它？吃。